那我推荐叶文卿那个虽然两个但是，虽然他是台大国发所，但是他认真写完论文了嘛。第二个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开记者会说他每次都最晚来，那但是他永远是最快抓到重点、最风趣幽默、战斗力最强的，然后又可以把年轻的战力给展现出来的叶元之，支持最有战力的叶元之，原汁原味叶元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